我是公关列车团的109年1月19号，台北桃园机场捷运，然后8:09新北桃园捷运站 A3 新北桃园捷运站9分所拍的是开往第二航厦的直达车。感谢各位支持，如果喜欢片更棒，请你们多多对我们大家去逛片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啊，有列车来了，双交会，这边也是直达车。304次开往台北站的直达车，然后02编组，感谢各位观看，如果喜欢影片，麻烦你们多多点我们的观看片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